老细名牌引散户变6000倍超购王，幕后玩家发功未挂牌，影子股先上炒，高吹无忌，散户细节火棒。本周三挂牌的无忌葵涌协全网红老细林日曦和两名商台 DJ 陈强和阿姑的名牌被捧成为超额逾6000倍的超购王。无忌未挂牌，幕后玩家已经热定身造势，上炒货源归边的无忌影子股。世界华文媒体港股欠缺炒作方向，唯独细细只有名牌效应的新股就炒味甚老，已经成为大户最容易赚钱的新玩法。无忌上市后，告罪的散户随时要接火棒。欲知更多内容，请留意新一期《动周刊》。